家好，我是酷魔，现在在驾车，爱你们出去浪。有一间酒店啊，它的 high tea 蛮便宜的，所以呢，今天约了朋友一起去当贵妇。要讲 verdict 吗？我的 verdict 就是，you get what you pay for。那个价钱加买 6% 的 tax 就是一个人一个大人差不多整30块。choice 没有很多，然后 savory 只有一样，就是那个 pasta。sandwich 也没有。所以如果要我讲的话，就 choice 比较少一点点啦。东西不会讲难吃，是好吃的。然后蛋糕的话，就是你看到的那几样咯，不会难吃，好吃的。比较大的 loaf 的巧克力蛋糕好吃，可是不能吃多，会很饱。可是我们就两个女人就在那边聊天，聊了3个小时，因为他的海梯就是3点到6点嘛，我们从3点坐到6点，就是给人在那边休闲然后聊天的好地方，因为那边也蛮幽静的，所以我觉得那边聊天也不错，就这样了，我们期待
待下一次去更不同的地方吃海蹄。你们有什么又好吃又不会太贵的介绍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啦。 OK，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次再见哦，拜，记得订阅还有按like哦。